崩爆米花的。这几种米都能崩吗，大爷？对呀，掺着崩一锅。你看你要哪几样？就都要。叫你25，叫你30，叫35，看你做30呗。看给30，行。嗯。这是啥呀？这是苞米。这也是苞米。这大碴子。啊，大碴子。这做八宝粥那个。薏米。这是大米。我真是长这么大头，我看这么不冒花呢。哎呦，多了。要不要糖精？要，必须小时候的味道。这是糖精。糖精。哎呦，这小瓜。这玩意儿不好找了吧？那你一般你买不着。他没有，过去荞麦店啥都有卖，现在都不卖了。啊。哇，那咋会？他们崩出来能啥样？各式各样的吧。各式各样的。大爷，你这崩过吗？不是多年，你说我啥的没干过。啊，你聊一话。这就开始转转了。十多分钟。4种米，头一回这么蹦。其实我喜欢吃大米，然后你喜欢吃苞米吗？我还想尝尝这个薏米。你多大岁数了，大爷？70了。70了。嗯，崩了52年了。崩52年了，18岁开始干的，今年70，你算算。干的小买卖，养家糊口，还供2孙子上学。这说实在的，要不干都没招。啊，供2孙子上学呢？啊，2孙子上学干一块也是大事。大爷，你是山东人，好像是。对，闯关东来的呗。闯关东的后。关键名字改过。放了。还是大米香，特别是咱东北的大米。一大洗衣盆，那是苞米，是大米啊，最长的是大米啊，这里是薏米，走那儿，正好一袋，真实惠啊。